嘉南市环保义工观音花竞赛伫嘉南有利大厦热烈登场，透过竞赛交流的方式来加强环保甲资源分类的工作知识，并且伫竞赛前，市长吴怡泰、立委王定武等人也到场为参赛队伍加油打气。市长吴怡泰也感谢环保义工的付出，尤其最近天狗日疫情，处处拢会当看到义工斗三工的身影，非常伟大。台南市环保义工群英会竞赛在嘉南有利大厦热烈登场，由各区将近800名环保义工组成了27队的队伍，透过竞赛交流方式来加强环保甲资源分类的知识。在比赛进行，也先由着柳营甲玉井的环保义工队带来啦啦队的舞蹈表演。环保心，乐可分类真用心，你嘛做，我嘛做，大家。环保义工群英会竞赛，市长吴怡泰、立委王定武、侪位市员、区长等人也到场为参赛队伍加油打气，也为活动进行解报仪式。市长吴怡泰表示，感谢环保义工的付出，尤其最近天狗日疫情，更加需要义工的帮忙。伊将会设法，让环保义工执行勤务的时阵，有更加实际保障。特别的要感谢各位环保志工，大家的贡献跟努力跟付出。尤其现在的时阵，登革热哈，我想我看到咱的志工这么辛苦，我是非常非常感谢哦，所以感谢要有实质的好不好？好。好，所以要实质的，我们就想办法看能够对于我们环保志工在执行勤务的时候有更多的保障。市有环保局表示，竞赛项目分作环保金头脑以及资源分类两大项，参加队伍透过趣味竞赛互相交流，在活动现场是热烈滚滚。这次群英会竞赛冠军队伍将会代表台南市参加十月由环保署在台南举办的全国赛。记者萧建伟、林德区采访报道。